计离得还挺近吧，应该没走远。点赞过2222，火速更新下一期。抱歉，忘记是不是透明了。干嘛？哦，你别，你干嘛？我很友善的。我刚刚被那个地基和阿星打劫。哦，皮皮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找他呢。啊，你要找他吗？对对对，他在哪？我能指着路吧？我能。好好好好好好。但你不能告诉他们是我告诉你的，哦、因为他们在那打我劫。可以可以。那边，前面。哦、好，我过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觉得想到一个好玩的点子啊，兄弟们，我来试试。啊！他们还这么玩的？我先警啊！帅死！他们这些人啊，肯定都会自救我。我放个半砖，我怎么让你自救啊？这样行吧？一开门一撞，这些。我在训马呢。哦，你谁啊？哦，我小陈，我在训马呢。哦，小声。哎，你知道阿晴他们在找你吗？嗯，我不知道啊。他们在我现在就是面向那个方向，你可以去找找他们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过去看一下。他们在找你。嗯。我怎么在感觉在玩 NPC 呀、啊，兄弟们？这个人说他在找我，然后那个人说他在找我，我怎么？节奏说他在那边的。星哥，别跑，星哥，等会儿谈东西，谈事，不打架，不打架，什么？你跑什么？为什么不打架呀？不打架，我的马上给我，放，我的马上给我，给你，这什么？你不是找我们吗？你找我们呀？是啊，对啊，你不是找我们吗？没有啊，啊？我怎么敢？没找我们？我怎么敢？不是，不是你要找我们，你那个附魔台借我用一下呗。节奏哪着呢？啊，是你做的附魔台，然后被他们抢了吗？对啊，节奏抢的，差点把我打死。我一身赚的钞都被他抢走了。节奏那么坏，节操。我们得去搞节操去，真的。我不小陈、嗯，就这样。到时候我们做附魔台了，我们免费用好吧？互相免费。什么？他们是要收费，现在你知道吧？啊、哦，收费附魔台。你们黄色名字，你们下节操去啊？整个你就一个人流量吗？你要对啊，节奏一直追着我砍呢，我找你们呢。你要不要？那你跟我们走吧，要不？可以。小申、嗯，你是不是拿我家东西啊？小申没有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节奏肯定节奏拿的。节奏拿的。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一致对外的，一定要对。但我表面上的话就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就是什么不要变，好吧？我可算找到四级人了。对啊，你不会背刺我们吧？不可能的。干嘛？我老是感觉家风是卧底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意思是啊，他肯定是、啊、他肯定要去跟杰涛他们说的，你知道吗？那行哥跟着我们走，带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我们是黄民，你看到没有？对，我的妈。 A few minutes later， 小陈，嗯，看到没有？
我去这样的，我感觉有问题啊、哦！你想想，有人要搞我们，有人要搞我们，看没？有压力板吗？你看有。啊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谁呀、啊？一个洞啊！哎哎，别卡屏啊！别！进去放了点水呀、啊！看看下面有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它下面肯定有。你有方块吗？放了点水。不用下去，没下去，不用管。啊！被发现了。那个什么，你确定你可靠吗？可靠啊。那你跟我来吧，我信你好吧？你背刺我，我绝交了。那我告诉他了。你们自己都忘了。来下去吧。这啥呀？你没看我吧？阿青下来吧。啊，没看我吧？没有看你，没有。我走。阿青下来。走啊走啊。下来。Nope。你。那铁剑，这我也是方块呢，点错了。真假的？不行，我操！杀了！哇，这怎么还有密室啊？你们这边？哎，怎么没东西啊？箱子里面？有点不行啊！哎，对了，我能铁剑，我觉得你不可靠了。变红兵算了，不让变黄兵算了。你刚刚那个动作很危险。啊、别打我！有问题啊，问题太大了。别闹，大哥！我们现在先把铁刀给干了。铁刀给我。我能没收。不是，你要真正清白的话，你就自杀一下好吧。不，别吧。不任性。哇，还有通道呢！把上面盖上。铁钻还给我。第三次了。再一次不再贪，别打我，还有一次机会。哇，没收了。好，没收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上面堵了吗？可以、啊。变个黄兵算了，好吧。别。不行，你这个太假了。往右转过来一点。啊，对。怎么样？屁股不翘，这屁股没他们翘啊，没茂茂翘啊。哎，行，可以相信你，好吧，相信你，最后一次了啊，再没收了这个铁蛋，相信我们。你不要再搞我们了，你搞了我不相信人好吧？你现在前期你这样没有任何好处、啊。Family。对，来，我把杰涛那个装备还你，都给你，你把我的那套还我。真垃圾啊，说实话。哎、这种队友好危险，把他带着。用钻石搞。我也觉得，咱走吧。你走吧，不要你把钻石搞给我们。我走吧。队长，走不了。再走。给。走不了。说行。走了，好吧。好。就上。上个灯啊！谁给撸了呀？放梯子呀！没有啊，不在我这，没有梯子啊。哦，我这，走了，坏了，我不杀死人，别动。你动手了，我是黄明，我能打你，受不了了。我撞上的，受不了了。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忘记我了？这也能发现呀、啊？都放块了。小神，不行，你跑不掉了。啊，做坏事是吧？那个捣乱是吧？乖乖，来，我在上面。OK。No。
琴，快阿琴。哎，我操！阿奇，快！船呢？打那么多个量，杀石。劝架劝住好吧，他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他动手，他动手揍我，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回事啊？有视频为证，我没劝住架好吧？他打我狗，他把我狗杀了。他们说他说白乐天杀了他一只狗，所以他把他杀了。而且白乐天两次是你杀的 DJ 啊，我说实话。对啊，你这我们小心点啊，小心点。不，严格来说啊，你其实他杀你狗，严格来说你是不能杀他的，他没有对你人身造成害处。他打我，他先动手打我，然后我的狗才咬他，他才打我的狗。这个真的，我阐述了我的事实啊，就是他因为我小贤嘛，他过来跟我们聊天，然后只是稍微小演一下，没说真把小人打了。然后白天后面偷袭我，把我打到悬崖下面，然后我的狗才会咬他，然后我的狗咬他呢，我想让他让我的狗坐下，然后结果白天就一巴掌给我的狗干了，然后我就把他打，然后我打他，我本来是想着说留他四颗星，然后他还要动手，对，我是点到为止，然后他还要动手，然后我拉了个弓，力量一的弓，然后就送走了。你们快扔贡品啊，扔点回去。他扔三个腐肉。他祷告过了，先扔了，没祷告过。扔垃圾是吧？那我还是扔到点吃的好吗？白天，虽然你离开了，但是我还是会记得我们一起钓鱼的往事，好吧？这个鱼，对吧？我作为渔民也没有什么好给你的。反正这个回忆，我感觉他跟真死了似的。哦。那我来了，你干嘛捧人家坟？白天，虽然你死了，但是我会继承你的遗志的。白天，怨天堂没有地基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河头树都长两米高了，热血，零热血，真的吵得起来。这，我火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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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